迦南诗歌第十八首，在这些仅存的年间，在这些仅存的年间，你该怎么样？你是静心，你是沉睡，还是漂泊没有定向？你是站在世界，还是在主的身旁？你是专心爱主，还是虚度时光？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打那美好的仗。